我也是第一次看这个导演，认识这个导演。我先他是，就是因为第一次的碰面时候的感觉，然后我觉得因为香港也需要一些新的导演，其实无论是导演呢、编剧啊、演员，都需要一些新的，所以我觉得跟一些新的导演合作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一定会碰到一些我自己没有试过的事情。所以这个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兴奋的事情，就是每天都有新的东西。现在啊，当然拍戏，我觉得如果好的剧本的话，或者是真的一些很特别的，我觉得就当然就是尽量可以拍就拍了。然后你说要不要赚钱，当然要赚钱了。所以是看咯，看剧本咯。